最高昂号召粉丝跳起来，阿妹连续三个周末连唱八场零罚单。大家一起肩搭肩，全体粉丝站起来，就是要血耻跳翻高雄小巨蛋。植物粉丝太棒了，阿妹情绪一度激动，说不出话来。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举重女将郭幸淳、洪万廷观赏演唱会，用行动支持为国争光的体坛健将。连续唱了快四个小时，唱到欲罢不能，最后撒下白色纸花，阿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最终场完美落幕。我爱你们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，谢谢。记者李玉涵高雄报道。